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殊胜的菩提心。 那么我们前面呢，就是讲了那个三十七道品当中呢，就是讲的第四个啊，就是七觉知，就是七觉知呢，就是它分了，可能不是第四个，应该是七觉知分了四个科判吧，然后就是现在就是讲了那个它那个七觉知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 它有分为那个五种啊，就是分为五个智，它最后做终结的时候，七觉知呢就是分为五智，那么自心安住智、第三处理智、第四呢功德智，那么这个三种呢就是无惑智啊，就是分这，因为我们七觉知就是它可以归纳成就是五种这个意义当中吧，就是是这吧，是不是？ 没错吧？啊，什么拖拉机是吧？下面讲那个，就七觉知当中的话，那就是自发觉知啊，就是那么自发觉知呢，就是实际上是它这里安慰这个叫自性智，自性智为什么讲呢？因为就是这个自发呢，就是觉知这个诸法的智慧，觉知诸法的智慧其实实际上它就是通达这个人我和法我就是这么一个本体吧，就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七觉知的本体呢，就是智慧，就是通达人我和法我的，就是说。 所以叫做是自性智，就是它那它是叫这个自性的分支，然后真念智呢，就是真念觉知的话，那就是它叫做安住智。为什么叫安住呢？就是因为这个真念呢，就是实际上是在这个不忘的这种状态当中吧，就是那么就经常呢就是安住在这个。 达成的这个佛法的道理当中，就是所以叫做是它叫安住智，就是我们首先是有了智慧，然后有了真念的话，那就是会安住在这里面。比如说一个出家人的话呢，他首先是知道是自己出家人，然后用真念来经常就是就一念就念念不忘，我就是出家人，就是这样。所以他叫做是安住智，安住智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叫这个精就处理智。 就然后这个精进呢，就是实际上是处理者。为什么呢？因为依靠这个精进力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从那个心阶心到，就是最后呢，就是一直到这个佛果之间的话呢，就都是依靠这个精进的啊。就如果没有精进的话，那就是那不可能就是从中获得这个处理啊，就是也到这个自己的目的，就是也就是说是或者说是到一地吧，就是到一地之间的话，那就是都需要这个精进啊，就是需要。 精进就是，所以这个叫做是精进者，精进叫这个处理者。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欢喜，就是欢喜觉知。那么欢喜觉知呢，就是叫功德者。就是为什么叫功德者呢？到了这个依地菩萨的时候，就是其实他这个真悟呢，就是所有这个法界无二无别的功德，包括我们这个依地菩萨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十二万的这种功德。就是所以说呢，就是依靠他，就是把内心当中的，因为。
一方面是这个获得了依地菩萨的这个有无比的这种欢喜心啊，就刚才我说的是一个七谛吧，就是那个可能错了，因为七觉是全部是依地菩萨的功，依地菩萨的这个真我的这个不同层面而讲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功德智啊，就是这个功德智。然后还有这个其他的。 啊，就是清安觉知和，然后定觉知和摄觉知，这三个呢，啊，就是叫做是什么，就是无惑知，就是没有烦恼的知。为什么叫没有烦恼知呢？啊，就首先是这个清安呢，就是因为这个身体和这个心呢，就是获得这个清安的话呢，那么就是依靠它，就是可以让相续当中的这些烦恼呢，就是就没有，就是身心的轻松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身心清安的话呢，本来是你有烦恼的人。 但自己相的看，自己这个完全的是在这个身体没有压力、心没有压力的话，那就是可以远离这个烦恼的这个益处，就是所以说它可以叫做这个无惑智。然后这个定觉智的话，那就是它可以禅定在某一个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比如说你观佛像啊，或者是观这个什么这个第四禅定啊，就这个时候呢，就远离了这些这个烦恼啊，就是远离了烦恼，就是所以说。 或者呢，就是你注意这个禅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所有的这些，包括嗔啊、掉啊，就是这些烦恼呢，就是也会远离的，就是所以说，它就是也是一种，怎么讲啊？就是，对。 就是也是无有烦恼的，就是无惑之界也可以说吧，就是禅定他自己的本体无有烦恼的。然后，这个色觉者的话呢，就是色觉者是，我们前面就是讲菩提觉者的时候，也就是当时没有贪心，没有嗔恨心的一种觉悟的这个无贪无痴的，就是无烦恼的这么一个本体当中吧。所以在这个状态当中的话呢，没有任何烦恼。因此呢，就是刚才我们这个七种。 觉者的话，那就是它可以分为，我看自心，自心智、安住智、出离智、功德智、无惑智啊，就是中共这个无智当中呢，就是包括啊，就是这无智当中呢，就是这是一个贵司的方法，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七觉者是本来是一地菩萨的四慧，就是先前的这么一个功德嘛。但是呢，我们在世俗的当中的，在我们没有得到这样的这个境界之前，在凡夫地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有，就是我们也有自发的这个智，也有真念的智，也有这个精进智，还有呢，就是我们有这个喜乐的智啊，就是还有什么这个禅定啊，就还有什么就是清安呐啊，就是啊就等事啊，就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的话，那就是这七种。 具者呢，就是也比较相似的吧，就是都是有的。所以这些呢，就是也可以，就包括安排在，就可以安立在这七种当中，就五种当中。那么这以上是讲的这个七觉者，下面讲的这个八圣道啊，就八圣道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获得一地智慧吧，获得一地智慧的这个功德啊，就是包括在修道当中的这个功德。因此，这个八圣道呢，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就人们分人不去前面也讲了，这个八圣道的就是大概的这个介绍啊，就是如来教众生修习八圣道，应该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吧，灭除一切障，究竟成菩提是吧？就是如来这个教化众生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使这个到了这个深地的时候，就是做众的这个。 修八种这个圣道，因为修八圣道的话呢，就是他灭除这个烦恼障和这个所知障啊，就烦恼障和所知障，到最后呢，就是完全能这个成就，就是一切的这种菩提，就是所以如来呢，就是在这个《华严经》啊，就是在其他经当中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里八圣道当中的话，就是很多的这种功德呢，就是应该是在二谛以后就是安立的。因此我们经常讲的八圣道当中的什么这个真见呐。
真言啊、真语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八生到死就是二谛以上的，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呢？就是肯定是没有的。我原来这个十多年前就是写藏密文达录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有些大师也是说是这个八生道里面的这个真见，就是那真见呢，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世间的真见跟八生道里面的真见呢也是有差别的。当时我回答的时候也是从这里就是从修道的这个当中所讲到的八生道的话呢，那就是境界就比较高了，就是所以我们一般凡夫人是根本没有的。那么怎么没有呢？我在这里也跟大家就是简单讲一下，就是把真道当中的话，首先是这个真见呐。那么真见的话呢，就是实际上通过我们的这个智慧啊，就是抉择呢，就是人我和法我，就是完全就是通达，就是并且如理如实修行的话呢，它这里跟前面的自法这个有点不同的，就是那么前面自法的话呢，它完全通达，就是它没有所修行。那这里呢，就是通达了这个人我和法我，也就是做一地菩萨的时候所通达的这个呢，就是完全通达，并且呢就不断的修行，叫做是真见。就是你看这里的真见的话呢，就是已经就是很高了。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真见呢？我们有相似的真见，就是也通过中观来观察，就是这样的真见可以有的。但是八生道里面的真见，我们这个作为凡夫人肯定没有。如果你自己承认有的话，那你都已经获得了第二地菩萨了。就是所以这方面要注意一下，就是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叫做是正分别。就是什么是正分别呢？就是其实正分别呢，把这个刚才前面的真见的这个基础上呢，就真见的基础上呢，就是他要学习这个戒定慧三学啊，就是他就不断的这个闻思这个戒定慧三学，然后依靠戒定慧三学呢，在他的这个生活当中和行为当中呢，远离了这个贪心啊、嗔心啊，就是贪嗔痴的这样的这种烦恼。啊，就是这叫做是正分别，因为他的这个分别的话，那就是全是向到戒定慧方面的，不会向到贪嗔痴方面。我们凡夫人经常向到贪嗔痴方面，就是戒定慧方面，就是上课的时候可能会向一点，但下课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就戒定慧都没有了，就是然后贪嗔痴就出来了，就是甚至有些人在上课的时候呢，就是也贪嗔痴都一直不断的涌现，就是也这样的。所以我们没有获得二地菩萨，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就是大家也不要觉得啊我太惭愧了，我太坏了，就是我学了这么多年了，已经皈依三年了，我相续当中还有贪心的种子，还有诚心的种子，没有意义呢。我很想把我的头就碰到石头上，我当场死就多好啊，我不想活了，我要想这个跳楼自杀啊，我修行不好啊。其实也没有什么，作为凡夫人士就是具有烦恼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这个就没有什么，就是非常害怕啊，就奇怪啊，就是没有什么。修行的话呢，修行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就是有些学了这个十年二十年的话，也不一定就是马上让这个成效啊，就这是大家也不要放下，就是不要放弃，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就当你相信当中有这些烦恼呢，就是也并不怕的，就是这是叫什么呢？就是正分别，就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叫做什么呢？就是叫做这个真啊，就真欲。就真欲呢，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见解的基础上，还有这个正分别的这个基础上啊，正分别的基础上呢，就是给别人，就是给他人呢，就是用这个宣说这个正法，宣说正法的时候呢，远离了。我们经常语言当中讲的这个所谓的什么妄语啊、粗语啊、逆见语啊，就是还有这个弃语啊，就是这些过失啊，就我们现在也做不到这个真语，就是有些人的说是。今天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人，他说是，我心是纯的，我心是纯的，但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善意来说谎话是可以的哦。你们佛教里面，我说善意说谎话就是也可以吧。我说如果真的心善的话，说一点小妄语也可以的吧。就所以，真语就是真语的话呢，就是他是有了这个人我和法我，还有三学的基础上呢。就给别人远离四种过患的这种语言啊，就这也是我们现在还是可能这个很难做得到的吧，因为我们相续当中还没有真见啊，就是真见和正分别就是还没有的话呢，那你语言就是完全不说妄语的话，就是也许可能有点困难。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叫做是真命啊，应该真义啊，就是真义经。
那么真一即呢，就是从这个身体上面，就是让断出来。我们所谓的这个萨道因王，然后就是心词呢，就是菩萨不道不应的，就是这么一个清净的这个业啊，就是这叫做是这个真业。然后这个第五个呢，就是叫什么？这个真明，就是真明的话呢，其实真这个真明呢，就是身体和语言，就是结合起来的一种这个行为，就是比如说这个身体的话呢，就是远离一些诈现为一啊，就是这些。然后 语言的话呢，就是恶意奉承啊，就是因为道到自己的目的的话呢，就是我们心命当中有很多的这种行为吧，就是那么这些都断住，然后呢，就是有这个非常正常、这个合理如法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话，就这叫做是真明啊，就真明。然后什么是这个真勤呢？就是真勤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个真见、真分别啊、真语啊、真业啊，那么这些呢？ 就是不断的这个就是修行，就是修行。那修行过程当中断住这个障碍的这么一个勤奋啊，就这么一个勤奋，叫做呢就是叫这个真勤啊，就真勤。 它这里面呢，就是没有讲那个真语啊，就是就四种修行，就是它四种，就是为什么不讲真语呢？因为真语是它是一种这个语言，当然你作为一个修行的话呢，也可以就是也可以怎么，但是主要是指你这个心里面安立啊，心上安立的。然后后面就是第七个的话，就是叫这个正念，就是正念的话呢，那么你所通达的这些道理的话，那就是这些法义呢，一直是沉染在自己的这个心里，念念不忘，就是这种正念。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叫 做正定，就是正定的话呢，以远的这个专注于自己所证悟，在一地菩萨的时候所证悟的这种真如这个法界当中啊，就是不断的修行，就是那么这个叫做是正定。当然，这个呢，从生活上面来分的话呢，我们平时的生活方面呢，什么真语啊、真也啊、真明当中就是安住的。然后平时的修行当中的话呢，它可以分为这个智和观啊，就是智呢就是真见和正分别啊，就是那个身观的话呢，就是真见 和正分别，还有这个真勤，就是这三个呢，就是从身观方面分的。我们后面的真念和真念和还有这个真谛呢，就是这两个呢，就是寂止方面分的。就是所以说，这个怎么讲啊？就是那个就是 八圣道啊，就是八圣道的话呢，就是大家也应该很清楚，对吧？就是这里还是讲的很清楚，就是中的来讲呢，我们前面的这个真见和正分别是这个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真语和正业，还有这个真明，就是这三者呢，就是主要是从这个身和语言和还有这个生活上面讲的。然后呢，就是真勤词，就是整个修行过程当中来讲的。后面的这个真念和真谛呢，就是安住的这种修行这个 状态方面来讲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个在座的各位呢，就是虽然没有这个八圣道的这个所有的功德，但是我们相续当中呢，也有比较这个相通的，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个真见呐，那么正分别啊，还有这个我们有这个真义啊、真语啊、真清这些呢，就是都可以有的啊，就是都比较相通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有精进，我们也有正念，我们也有正见，我们也有正语等等，就是这样的话呢， 啊，就是虽然不是修道者，但是呢，与修道相通的这些呢，在我们因地的时候，在凡夫为的时候呢，也可以有。所以，我们是这个佛的随学者，我们是菩萨的这个随学者，啊，就是应该可以有的。 这是那个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这个八圣道当中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大乘庄严经论的这个颂词呢，就是讲的。刚才前面是按照满丰仁波切的这个道理啊，满丰仁波切说的预言呢，就是也基本上跟安慧伦寺的有些就是讲义的内容呢，就比较相通的，就是特别浅显易懂的方式来给我们讲的这个八圣道，就是大家呢，就是对这个佛教的基本的道理呢，就是应该要懂 不然的话，那就是以后我们在这里，给别人讲八圣道的时候呢，也讲的神神道道的，就是，然后自己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连八圣道的这个解释都错了，就是，而且有些人呢，就是好像给别人 随口讲的时候呢，全是错的。比如说你讲那个真见的时候啊，八圣道里面的真见是怎么怎么怎么，就是然后你就随便乱讲，就是啊，八圣道里面的真语是怎么样的，就是你就这样讲的话，那不合理的。我们要这个将近说法的话，那一定要非常严格的啊，就是非常严格的、严谨的，一定要就是有一个就是比较这个精密的这种智慧来，就是讲非常严格，就是这样的话呢，对自己也
要求很严的。对别人的话呢，也是这个不管是你精通实践法的人也好，精通佛法的人呢，他在旁边就是跟你就是照这个过失的话呢，也许就是照不到，就是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是随意的，就是凭自己的想象，就是你没有一点的这种佛法的基础，就是这样的话呢，那肯定就是大家稍微动一点这个佛法的人的都看得出来，听得出来，就是所以说我们以后啊，就是尤其是这个现在这个网络时代的话呢，确实有时候是这个现在所谓的同步啊，就是这个现场直播啊，在线呢，就这些是个很好的这个很方便的，但有时候的话呢，这是特别不好的，就是稍微我如果以前就是没有网络直播的话，我讲错了，就是最多是我这个经堂里面的几百个人就是知道，就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但是我讲错一句话呢，全世界的人都马上知道了啊，今天他讲错了，不应该这样讲的，确实别人指出的也是对的，就确实讲错了，那没有什么回避的，就错误就是错误，就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所以说呢，我们作为佛教徒的话，那就是我希望大家还是我们不能这个十全十美，就是完整就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呢，我们尽量的还是做到就是不要这个就是这个露出白龙啊，就是就什么这个全是这个错的，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特别不好。啊，就这样的，卢董白说是吧？是不是成语用错了？是吧？下面就是讲其何遂，其何则遂行，如实作证我，如实证安你，去如所安你。就前面呢会讲那个所谓的这个八圣道，每一个都它的这个内容，就颂词当中就是弥勒菩萨这样讲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八圣道的这个分类，也就是说是他们是怎么分别安你的呢？也就是说这个随和啊，就是随性，就是如实作证我，那么。第一地菩萨就是获得了这个证悟之后呢，就是随着这个一地菩萨的智慧呢，就开始这个我们前面不是有个这个自发觉知嘛，就是按照这个自发觉知所证悟的时候呢，通到了这个人我和法我，然后如人我和法我就不断的这个再继续修行的话呢，这叫做是真见啊，就真见。为什么叫真见呢？就是因为他如理如实的通达了，就是这个叫真见。然后在真见的基础上呢，就是在真见的如是这个痛的，就是他真理前面如是真安理，去如所安理，就是那么如是真道的这样的这种他通达的这个所真所通达的这种真如呢，就是叫做是能安理，就是也就是能安理的话呢，我们就是比如说用这个文字啊，用词句啊，用名称啊，用各种方法来，就是像这个佛的般若经啊，就是各种这个语言和文字来这个安理的。那么这个能安理的最后到达的他的境界是什么呢？所安理的这个戒定慧三学的这个内容吧。那么也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就是所证悟的，就是真见的时候所证悟的能安理的，就是这么一个境界呢，不断的再继续对他这个去如，就是在生活当中也好，在我们这个平时行为当中呢，就是去如。那么去如的时候，自己已经证悟的这样的道理呢，就是为他众就是如理如是的这个宣说啊，就并且呢，就是他无误的让辨别所有的这些圣教的意义的话呢，实际上这叫做是正分辨，就是所以我们前面的这种解释方法跟这个解释方法呢，稍微有一点但它差别，但是实际上呢也不是真正有差别的，自己所证悟的这样的道理呢，就是不断的这个修行，并且呢就是跟有缘的众生呢就是先讲，而且呢就是他无误的这个去如，就是所以真见的时候呢，我们自己通道的就是自己这个修行，然后正分别的时候呢，在生活当中就是按照戒定慧的三学，就刚才讲无贪无嗔无痴无烦恼的这种方式，并且呢就是还要进一步的对有缘的这个众生呢，就跟他进行这个穿讲啊，就是进行串讲，这叫做是正分别，就是所以正分别和这个真见之间的这个差别呢，就是在颂词里面是一个是这个如实证悟，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去如这个所安理的这个意义，就是也就是刚才所这个能安理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所证悟的这种境界，那么这种证悟的境界呢，就是如实的传达，如实的生活当中去实现，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八正道当中的前面两个，然后后面的这个还有呢，就是六个，就还有六个的话呢，这个颂词当中这样讲的：三业戒清净，修行住所智，真道啊，就是真道圣功的障碍智对智。
他这里呢，就其他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他用分几个方面来讲的，就是前面是一个是碎屑，一个是安逆的两个安逆方法，就是那么后面的话呢，就是他这里的三义清净，就是真欲和真业和真明，就是这三个呢，就是从这个清净层面就是讲的啊，就是业清净，就是也就是说业这个清净，那么真欲呢，就是他是语言清净，因为他不说妄语当当就是四种。 这个不好的语言嘛，就是然后真业的话呢，就是他端出这个杀生当这个三种这个恶业，就是所以他这个身体的业清净，语言的业清净，然后真明的话呢，就是刚才我也讲了，就是语言和还有这个身体啊，就是两个方面的业要清净，所以这个三业清净呢，就是分别为这个真欲和真业和还有这个真明，就是这三个啊，就是这三个是这个业清净，就是这样，这业清净的叫做了安利的。 啊，就是，然后修行主导者，那么下面的话呢，就是他那个修行呢，修行一个是素质长的这个。 对治，一个是正道的这个对治啊，就诸正道这个障碍的对治，一个是圣功德这个障碍的对治啊，就是他那个修行呢有三种对治，就是三种对治，就是一个是修行什么素智障的这个对治啊，正道障的对治啊，功德障的对治啊，就是这三个方面的对治。那么其中第一个，也就叫做是修行这个素智障的对治呢，就是其实正信。 因为真情呢，就是从二谛菩萨道，就是佛弟之间的话，需要经过两个阿僧祇劫的时间。然后在两个阿僧祇劫当中呢，需要断除这个素智障，因为烦恼障部分是前面断的，但是整个这个素智障呢，就是一直从二谛开始，就是一直断吧。就当然这个方面有不同的观点，但我们这里不说。这样的话呢，那就是说，就是为了断除这个素智障的话，那就是需要精进，就是所以说这是精进呢，就是断除素智障的对治。 这就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真念啊，就是真念的话呢，修行这个道障的这个对治，因为在我们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的话，有时候呢就是出现一些这个昏沉啊，有时候是掉具啊，有时候是一些这个就是那种这个不调不称的，就是这么一个茫然的这个状态啊，那这些的话呢，就是都需要什么呢？就是需要有一种正念啊，就是用正念，一会儿呢就是有高岸相啊，一会儿灯色相啊，一会儿寂。 志向啊，比如说心外面散乱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用志志向这个安住啊，心如果昏沉的时候呢，就是心高啊，就是要观想这个佛的功德啊、轮回的过患啊等等，我们前面就是讲过吧，就是这样的这种修行，所以说是它是通过正念来这个正念来修行的话呢，那么这叫做是这个正念的这种道端处。 道正的这个一种这个对治方法，就这样的修行方法。然后这个真谛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其实获得了一个殊胜功德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他也会有一种这个障碍，就是那这些殊胜这个功德的要得到的话，一定要你就是要真定，就是要入定，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得不到一个特殊的这个功德的主要原因呢，我们心里面下来，我们心如果经常闭关呢，经常好好修行的话呢，别人。 得不到的超胜的这个神通啊，超胜的一些境界呢，你会得到的。就这是我们平时的法事当中也是，有些爱观修啊，爱禅定啊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境界呢，就是别人一般就是得不到的，就是就很多很多的这种这个超出实践的，就是功德呢，就是能得得到的。就是所以说，那么就是获得了一些这个超胜的，就是殊胜的这个功德的障碍，要修行这样的这个对治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真定啊，就是。 所以呢，他这里的这个八正道的这个安立方式的话呢，有点不同，就是前面的两个呢，就是一个是真佛的真悟的层面，就是一个是这个就是驱逐安驱逐宿安理的这个层面呢，然后呢就是紧接着就是降到这个僧侣的三种业清净的层面讲的，然后就降到了这个三种对治啊，就是三种对治，所智障的对治，道障的对治，然后这个功德障的对治啊，就是功德有。 就是禅者，其实功德的话呢，一般是在大乘佛教里面经常像一些超胜的，就是比如说六言啊、六通啊，就这些叫做这个功德吧。就是我们一般实践人是得不到的这些功德呢，通过禅定而得到的。因此，修行还是很重要啊。就是现在我们，我昨天也是在那个课堂上，就是讲禅修的时候呢，也给大家讲了，就是我们很多这个佛教徒呢，有时候是非常肤浅，就是一直这个自己的信心呢不。
不稳定，就是马上退下来。现在有些佛教徒是今天是很好的一个佛教徒，但是过了两年以后呢，完全不行，就是原因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品尝到这个禅定的味道。如果你真正品尝到就是这个禅定呢，或者是信的这个光明智慧啊，这样的话呢，你绝对不会退的。就所以我们一般是在这个学佛团体当中，就是退下来的这些人的话呢，他其实是没有尝到这个出世间的这种真正的智慧和慈悲的这个禅味啊，就是禅味呢，没有尝到。如果尝到的话呢，他根本不愿意，不愿意退的。比如说你在一个 特别待遇特别好的一个相术呢，你就没有得到的时候，你就不在乎。但是你得到之后呢，你就不愿意离开，就是因为这个是在哪里都得不到，就是所以这个修行呢，就是也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修行的话呢，我们为什么有些佛教徒呢，就是好像对上师的这个信心也不足，就是然后对三宝的这个信心也不足啊？就是这个什么原因的话呢，就是这个是自己没有进来。 如果你真的进来的话呢，我相信就是不会退的，就是这个是很有这个差别的。因此在这里，我们经常说啊，很惭愧，惭愧，我的定力不够。确实你说的对，定力不够，就是因为定力不够的话，容易退势，就是容易生邪见，就是如果你定力够的话，那就是那不会生邪见的，也不会退势的，就这一点是，确实我们很多人为什么是在出家的这个修行当中的话呢，一直坚持下来，就是非常成功。 原因什么呢？他已经就是得到了他的这个功德啊，就是这端出了这个功德障，然后有些人为什么文思修行当中呢，就是一直不会退，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甚至已经得到这个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话，那就是他还是这个不断的在努力，就是原因什么呢？就是他还是能真正品尝到这个禅啊，就是禅定的味道，就是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的经常说啊，就是这个从什么学会当中退了啊，就这个班级里面退了，就是那退我每次听到退的时候呢，哦，原来这个人是好像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这个是我看错了，就是他肯定没有那么的这个，不然的话呢，就是一般真正的有些修行人的话呢，我们看这个历史也好，看那个现代的一些现实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个不容易这个退转啊，就是这大家都应该清楚。下面呢就是 讲到这个律所啊，就是智观，就是因为前面就是讲到这个功德的时候呢，就是跟智观有关系，就是所以讲到这个智观。嗯，养德内拉德内呢，三拉三呢，就是当，求那么那不什么，必须是境内当中通通因，对呢，跟着恰吉当，恰吉嘛因，人都当，多当一般人中啊，当三万的 三面的，那么些把当用，用这个那边的把了，对比一下呢，两通个，那么就是第三根柱的，他们就是不学把用，下面就是在这里念诵，直观啊，就是机智和升观，一月之安住，诸心为机智，嗯，尽遍一切法，是故为升观。 下面就是讲那个升观和寂止啊，就什么是这个寂止啊？就这个寂中是也是弥勒菩萨对这个升观和寂止的一个定义吧。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寂止的话，那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色界当中的话，那就是有这个无漏的这种这个参四参呢，就是在这个色界当中的话呢，就是有无漏的这种参。那么就是通过这样的这个参修呢，最后呢就是知道就是一切万法唯心造，就是完全是在心当中就是让这个如如不动 的安住，就是在所缘当中就是安住，就是依靠这个真正的这种寂止的话，那就是其实这个色界当中的一参、二参、三参、四参的，就是这个禅定呢安住的话，这叫做是寂止。当然我们在瑜伽的时候呢，就像光明藏论当中所讲的一样的，就是有瑜伽当中就是有一元专注的，就是也是有一个最高的一种这个境界吧，就是最高的依靠一种这个寂止的方法来修行，就是那么这个叫做是 寂止就是心，就是完全的可以安住。当然，我们密法当中也有密法当中的这个心自己安住的一种这个修行和人事方法，叫自然禅定，就是也有这样的自然安住的这个禅定。然后依靠这样的这个寂止呢，就是无物的了知道，就是当时你安住的这个心的话呢，完全了知道他心来心的这个本来面目，就是也可以说是他的这个真如这个法界的这个相啊。
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分别的，就是它这样的这种相，就是即便一切法。实故呢，就是称之为叫做圣观啊，就是圣观的话呢，其实如果我们简单来讲的话，所谓的寂止呢，就是心如如不动的安住在这个本来的这种这个寂静当寂静的境界当中。然后所谓的这个圣观的话呢，在这个同时如理如实的完全让知道，就是这个心的本体，就是这个安住和这个心的本体这两个呢，就是叫做寂止。 圣观、双运就这两个不可缺少的，就是大乘六趣波罗蜜多经当中也是讲到了，就是将是什么这个佛果大菩提定慧为根本，就是佛果大菩提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来自于也是。 寂止和圣观，那么寂止呢，就是叫禅定，就是那么智慧呢，就是叫做圣观啊。就是所以，这个佛的这种大菩提的话呢，就是从根本上讲，就是也是智慧和禅定呢，就是不能离开的，也讲得很清楚的。因此，我们经常修任何一个法呢，那么这个寂止和圣观呢，就是都不能离开的啊，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否则的话，现在有些人呢，就是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些分析吧，就是会讲的，就是这个很重要。后面讲的是什么？就是知观。 即变性一分非一分，虚应真处理，无相啊即无性，清净即清净，至观之余，加偏性一切地，能成一切理。 那么下面讲，其实那个寂止和这个圣观的话呢，就是它还是有很多的分类啊，就是它很多分类。那么寂止，寂止这个圣观这两个的话呢，实际上是就是它叫变性，就是它这个普遍的这个心运，所有的这个修行呢，包括我们从这个现在的这个凡夫的一直到这个佛的之间的话呢，这个寂止和圣观呢都不能离开的。因此，它呢变性一切，就是所有的修行当中，就是其实南传佛教也有需要。 这个金光和这个什么就是寂止圣观，然后寒川佛教当中也有，藏传佛教当中也是有，所以所有的这些这个道当中，所有的修行当中的话呢，都是变性的，就是都是通用的，都是依靠这种修行啊。就我们如果没有什么修的话呢，就不用说了，就你光是这个稍微理论上理解一下就可以啊，不杀生可以，放生可以，我天天的是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我们有些藏传。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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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就反正也不会禅定，也不会什么这个深入的去修行，就这样的话呢，那身体和语言的一些行为就比较简单的这个世俗的善根，就是那如果你这样过的话，那就不需要升观和这个寂止。如果你稍微深入一点的话呢，那确实这个寂止和升观没有的话呢，所有的修行都没办法这个进进阶。比如说我们观本尊的时候，心没有静下来的话，没办法的，所以这个基础是肯定寂止的。 然后在这个寂止的基础上呢，你要有相的这个观修还是无相的观修，无相的观修你就安住，在安住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有智慧，就是如果智慧离开的话，那就是那这个修行是不能成功的。就我们待一会儿也可以说，那么这个分类的话呢，就是有几种吧，就是第一个是一分，就是一分的话呢，就实际上是只有那个。 比如说这个像那个无色界的话呢，就是大部分是这个寂止的，就是没有这么很少很少的这个圣观，就是因为它经常安住在一个它的这个无愿的这个状态当中，就是所以也可以叫做这个一分。然后像色界的这个一参和二参、三参的话呢，大多数是这个圣观，就是它是这个性的这个明清上面就是有一定的人指吧，就是所以呢，就大部分是这个圣观，就是没有这个少部分的一个什么寂止，就是所以。 也叫这个一分，就是所以说一般这个色界和无色界的这个三参，然后无色界的全部呢，就是叫这个一分的这个即一分的这种圣观，什么智观啊，就是一分智观，因为它里面就是只有一份，就是就没有很多的啊，就只有你的一份，我的一份。 原来七十年代的时候，经常他们唱的是我的月亮，照着边疆，照在家乡，什么宁静的夜晚，你也是呀，我也是呀，也有你的一份，也有我的一份，是吧？是吧？那个时候的，就是那个。 所以这叫做一份，就是然后那个，
这样的一个，然后非一份，就是非一份的话呢，就是是智观这个双运啊，就是应该是怎么讲的，就是这个色界，色界当中的第四禅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只和观呢，就是都没有什么这个差别，就是只是这个不是一份，就是应该是非一份，就是它这样的，就这是就没有意思，就是这个就因为第四禅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智慧跟禅定呢，就是完全是平等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非一份是这样的，这是第二种分类，然后第三种分类的话呢，我们这个从资粮道到假性道的这个机制和身观的话呢，实际上这叫做是续印。 就是虚印，它是什么？就是获得一地菩萨的印啊，就是他将来呢，就是可以获得一地菩萨，就是所以就，就这个印。然后到了这个一地菩萨的时候呢，那个智观呢，就是叫做是真我的智观啊，就是刚才宋词里面讲的悟啊，就是正正，就是正悟。然后从就是应该是从二地到六地之间的话呢，就是叫处女三观。 就是处女三观是从一地到开始前往，就是到二地的，就这么一个处理，就是就可以怎么讲吧，就然后这个七地的时候呢，叫这个无相的三观，就是因为七的七地的时候，所有的什么这个文字啊，各种各样的这些相都是已经没有了，就是因为一体的。然后清净三地，也就是叫八地、九地、十地，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叫无性无性之观啊，就刚才没有说圣观，就智观，就是全是智观。为什么呢？因为到了这个清净三地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呢，就是没有什么轻易的，就是刻意的静坐，就是全是自然而然人云自成的。然后清净三地。 啊，就是清净三观，然后到最后就是，到最后的话呢，佛地的时候呢，就是叫做即为清净的这个智观啊，就是智观。所以说呢，就是瑜伽士啊，就是作为瑜伽士修行人，智观这个修智观的那些瑜伽的话呢，遍信一切地，就是所谓的这个智观呢，就是它遍信于所有的，就是从这个身界心地到就是佛地之间呢，有血地和无血地全部呢，就是依靠这个智观来这个修行的。因此呢，就是依靠它就是能承办就是一切的力。因此我们修行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如果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智慧的这种禅定的话，那就是也是很差的。就是我们有些是只有智慧，就是没有禅定；有些是只有禅定没有智慧。但这两个都是应该是可以说是一种这个错误的这个现象吧。尤其是我们这个入定的时候呢，一定要认识自己的性的本性，就是比如我们安住自己的性的状态当中，性没有任何分别念。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你要就是应该就是明白，就是性到底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是用圣观，就是叫旁边这个叫做智慧，也叫做圣观，就是修行当中很多人大多数都处于阿赖耶当中，就是以前藏地也是有特别大修行人的话呢，经常处于这个阿赖耶的这个状态当中。汉地的话呢，就是也有很多，就以前那个宗经录当中也是说什么无慧智赞。 多发贵定，就是他说没有智慧的这种禅定呢，是大多数都是就是禅定于这个魔鬼的这个如与魔鬼的定当中，就是什么生破坏，生破佛法，什么破坏佛法，四堕鬼道是吧？就是一反正那个宗经录当中有，意思是这种人的话呢，如果生者的话呢，就是破坏佛法，死了的话呢，就是堕入这个地狱，就是后面堕入这个鬼道，就是恶鬼道当中，还后面。 这样子，这种人的话，那也堕入地狱当中，就是也有这样的。所以那种这个修行呢，就是应该是很危险的啊，就是无慧之三，多发规定，就是所以。 没有智慧的禅，现在我们也是，虽然我们现这个一地菩萨到这个佛地之间的这种禅定要机制也好，身观也好，这两者都是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有翻覆地的这种禅定和翻覆地的智慧机制和身观，那么这样的机制和身观呢，就我们一定要会修。就是我们原来那个门峰仁波切的这个世尊光传的后面呢，就是专门讲那个机制和身观，就是修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仪轨，就是观想一个佛陀的话呢，也要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窍诀，然后我们念阿弥陀佛，修阿弥陀佛的话呢，也要有这个寂止和圣观。否则的话，我们盲目的修的话呢，确实这个宗经论里面所讲的那样的，就是可能这个如果或者的话，那就是可能破坏佛法，就是四的话，那就是可能会就是自己也是堕入恶趣当中，很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寂止圣观呢，就是它是遍于一切地的，就是因此在自己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也应该就是值得注意。 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到，从地球那么走下的，是从哪开始？没错吧？嗯，三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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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我们晓得，你都不晓得，你知道的，那么近，目前那么近吧？ 相处生活，三根拉，他们能从把没把的，他们给得了的呢？得得多呢？得得多呢？这不是学的？嗯，下面就是他这里这个修行差别当中呢，就是分了四个课班，其中第一个呢就是轻易无极成本。 就是那么远嘛，佛陀法，成熟住于情，树的成所为，精通道不断啊，就这个上面的讲义里面的那个话一二三四有一点错了，就是就倒是重新画一下啊。他这里呢，就是讲了那个修心这个佛法的话呢，有五个三巧方便啊，就五个三巧方便。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第一个是开头，就是这个圆满佛陀法，就是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圆满佛陀法呢，就是因为这个佛陀法呢，就是我们三十七道品当中的，就是所有的这个包括就是前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功德，然后到了这个佛底的时候呢，就是什么这个是你是无为是八不共法等等。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个圆满的这个佛陀法呢，就是实际上是用无分别的这个智慧啊，就用无分别的智慧来这个完成的，而且所谓的无分别智慧的话呢，所有的道法过法，就是所有的一切万法呢，就是都不愿而信的，就这个叫做是
性，就是这个一个方面。那成熟住于境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四摄啊，就是不是爱与这个理性同时，就是这个四色色。因为依靠这个四色的话呢，就是让这些众生呢，就是不善的这些行为呢，就是断除，就是最后呢，就是让他们安置在这个善法当中的啊，就是这个是让成熟圆满的这种方法啊。就我们首先是要这个圆满佛陀的法，就是这个是般若波罗蜜多。然后第二个分辨方法呢，我们要这个成熟众生，就是饶益众生。饶益众生的话呢，唯一的方法就是四摄啊，就是要给众生布施啊，所爱欲啊，然后自己行为呢，就是跟他就是随和啊，就是有利他的心呐啊，就是就所以这个
同时和逆心呢，就是都要做，就是这个是第二种方法啊，就是这是第二种方法。然后第三种方法呢，就是叫做是殊德，就是刚才宋词里面就是殊德啊，就是殊德两个。那么殊德的话呢，就是殊德什么呢？就是殊德实践当中的圣统，或者说是佛法佛果。 就是这个是第二种方法啊，就是这是第二种方法。然后第三种方法呢，就是叫做是殊德，就是刚才宋词里面就是殊德啊，就是殊德两个。那么殊德的话呢，就是殊德什么呢？就是说的实践当中的圣统，或者说是佛法佛果啊，就是这个分别法。那么这个呢，在佛经当中就是专门讲了四种窍诀啊，就是讲了四种窍诀什么呢？就是佛经当中就是说是这个一定要有什么？嗯，对吧？他们只能说说说，给我他们只能的就是，给我他们只能的就是，有容上帝他们只能的说了，但说的可能那边用都不是做不上帝，特别是的，我说下过，就是那佛经当中专门有，我们经常念诵当中也是有这个啊，就是经常有一些念诵当中也是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一切罪业呢，就是好好的忏悔，所有的一切福德呢，就是好好的这个水洗，所有的一切福德呢，就是我们要好好的
这是第三个，就是第三个方便。然后第四个方便的话，那是什么呢？就是成就所为啊，就成就所为。所为是就是一切事情的意思，它这里所谓呢，一切事的这种方便法。那么成就一切事的方便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它这里讲中次和等次啊，就中次和等次。那么什么是中次呢？就是把发明啊、发不是发的这个名称啊、发的意义啊、次序啊，就这些都是不会忘记的。 啊，就是不会忘记，就是这个叫这个中次啊，就中次。什么是等次呢？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这个三摩登次啊，就是有很多满万两万经里面那么多的这个等次，就是所以呢，就实现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等次，依靠这种什么就实现等次的，就种种的这种变化，就种种的这个利他的行为，依靠等次来利益种种的众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那么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第。 第四个啊，就是叫做是成就，一切所为成就一切事的方便法，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利益众生的方法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中次和等次，我们下面会讲的，我在这里不光说。然后最后一个不间断如来，就是这个颂词里面呢，就是精通道不断，就是从那个下面的那个。 就开始呢，就是叫第五个了，就是应该，那么就精通道不断的，就是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是如来的这个中心不断的意思啊，就如来中心不断。什么是如来中心不断呢？也就是说不住涅槃的这个智慧和悲心。 如果这个不住涅槃的智慧和悲心，如果再行为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不住这个轮回的边，就是止不住轮回的边，别不住涅槃的边啊，就是这样的这个道理啊，就是就这样的这个道理，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生意菩提心和四素菩提心完全融入的，就是这么一个三教方便，就是所以说它这个后面的这个呢，就是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什么就是如来的这个中心不断的话呢。 就是一定要智慧啊，就我们说的智慧佛王，就是所以说智慧就是和智慧和悲心就是确实很重要的。我们这个就是止不住这个有的变，就是然后背不住呢，就是涅槃的变，就是这个就相关庄严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吧。就是如果你光有这个智慧啊，就如果没有悲心的话呢，实际上是也不行的。以前那个萨拉哈巴也有比较相同的校正吧，就是然后光有这个悲心就是没有这个。 涅槃没有这种什么这个智慧的话，那就是也是不合理的。就是因此，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的话，那就是不间断如来的这种中细的这个修法吧。就《万山通规集》当中也有一个校正啊，就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般若无方便，力无为之抗。
就是如果光有智慧，就是没有分别、没有背信的话呢，他就沉溺在什么样？那就是，就是无为的，好像一切都是空荡荡的，就是这么样的这个空荡中啊。就光有一个智慧，就是没有背信的话呢，可能在众生当中是什么事情都不会做的，他就已经陷入一种什么？陷入一种无为的空荡中的，就是然后方便无薄惹，现幻化之王。 就是，也是这样的吧，好像是，如果光有这个分别，就是没有智慧啊，就是没有般若，没有就光有分别，就是没有智慧的话呢，那这个人呢，就是陷入一个什么呢？就是幻化的这个妄当中，因为你有这个分别，有背信的，但是呢，因为你没有智慧，就是所以呢，本来都是幻化妄当中不应该现的，但是他已经没有智慧的原因呢，就是陷入一个。 就是幻化的妄当中，自己都是真伪是有的。其实如果有了般若的话，他完全知道是这个幻化妄是不应该现的，但是呢，就是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完善通过经里面的教章呢，就是也是很好的，就是这个智慧和般若也好，智慧和智慧和悲心也好，或者说方便和般若吧，就是方便和般若的话呢，就是相互相称的，就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一个有一个没有的话呢，那就确实这个间断如来的这个重心呢，我们在座的呢，也是在一和自己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也不要光有一个悲心，就是天天的苦，就是看到众生，但是一点智慧都没有的话呢，做错就是很多的这种事情，就是。但有些呢，就是非常有智慧的，但是一点悲心都没有，就是旁边就什么这个众生再怎么痛苦的话，那就是无动于衷，就是无所谓的，就是这样也不行的。如果真正的一个佛教徒的话，既要有智慧，也要有悲心啊，就是当然这
方便无论比，依比翘方便，浪长一切力啊，就是菩萨的话呢，在所有的这些地当中的话呢，都有无与伦比的，跟声闻缘聚实践人的话，完全就是没办法的。那么依靠上面所讲到的这种五种这个善巧方便吧，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讲的这个五种善巧方便，来这个承办就是一切利益，就是所以这个善巧方便的话呢，也很重要的，尤其是我们有些人在这个发心的过程当中呢。 现在很多年轻人认为，就是有道理就可以了，就其实道理有时候是说不过去的，就是要方便很重要的，就是有时候是道理，就是现在这个世界当中不一定讲道理。比如说你是一个员工，就是然后你在领导面前就是讲什么样的道理都没办法的，就是道理不如还是方法好，就是如果你方式方法很好的话呢。 即使你没有道理的话，那你还是只做得很圆满的。所以，这不管是你在任何国家当中，在任何场合当中，就是甚至有些这个什么这个上市面前的话，那你光讲这个道理的话呢，也许你确实有道理，但是就是很多人都不一定承认你的道理。如果你光有道理，就是但你没有方便的话，那就是也许你没有权利，也许你没有财力。那这样的话呢，即使你有个道理也没有什么用的。所以很多年轻人的话，有些时候，尤其是刚刚。 读大多万大学的话呢，好像就觉得是这样有道理，这样有合理的话呢，都为什么是我这个说法是合理的，别人不建议啊？为什么领导不建议啊？为什么我的同事不建议？其实，其实这些不接纳的主要原因的话呢，就是自己的三教方便的智慧不够。我们自己有三教方便的智慧的话，那就是那任何时候那就很有用的，就是所以有时候不是我们这个成佛的这种三教方便吧，就只是在实践当中的话呢，有些。 有些时候呢，就是你光是有这个一些，这个合理的话不一定让这个，所以说有时候还是要讲道理，有时候讲还是方法，方法叫做三巧方便。下面读不读？不读，把这个课本讲完就可以了，是吧？后面的部分一起念完。 嗯，什么什么那种就是欢迎我。那么多了，光把当等人自己送到，穷我当那钱包的钱包的那把什么，老多嘛就几百样，马的马的把那么几马的马的马的啥把那么几那，穷我当那么装包的，特别是比，送钱银。
像就是讲话，样当样，对了样的，对你呢，得到单笔求得个讲，让不得端讲，怎么不了学的？嗯，后面的把这个课文讲完啊，所以你们不要着急啊，就慢慢讲，不然的话你们，着急的话我就讲不好。反正这两堂课好好讲完就可以。我们从开始到现在，基本上每一个颂词啊，每一个道理都讲了的。 那么下面就不忘这个先前呐，就是所属中、所属、所属字法的中次啊，就是讲那个中次。中次的话呢，就是实际上陀罗尼的意思。陀罗尼是梵语，就是我们这里叫中次。中次的话呢，就是以前你所有的这些知识呢，就是不忘，就是一直记在心里面，这叫做就不忘陀罗尼。我们经常说哇，你背得好快啊，你怎么还记得？你真的得到不忘陀罗尼啊，就是。 我羡慕死了，就是特别好，你太好了，我给你好好的卖一个巧克力。所以就我们经常讲，就是这个不忘陀罗尼。其实我们每个人有个不忘陀罗尼多好，但是我们忘得快，就是然后忘得快了以后的话呢，有些都自己还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他这里讲呢，就是医书啊，就是文川系，中次至中，登次至中次，小品记。 大品也有三，居为如小，如底不清净，如底为重品，经底中大，它这里呢，宋子上是比较简单吧，就是这个，其实这个不忘陀罗尼呢，安徽论寺的那个讲义里面呢，就是讲那个所谓的这个中持呢，就是叫做真知和真念的本体。 就是真知真念也是对这个法义和善法呢，就是不忘和经常，就是观察自己的这么一个这个状态吧。就是所以就是它的本体呢，就是实际上是真知真念。那么它这里呢，就是有几个不同的这个分类啊，就是什么是这个中次，什么是登次呢？它这里就讲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中次，就是这个中次不忘陀罗尼呢，就是有三种。 有三种，哪三种呢？就是一个是艺术的这个陀罗尼啊，就是艺术的这个陀罗尼，一个是听闻川系的这个陀罗尼，还有一个呢就是登持的这个陀罗尼，就是陀罗尼也叫做中次吧，就是这个前面的第这个两句当中的话呢，就是艺术啊，就是艺术是第一个，就是陀罗尼，然后闻川系就是第二个陀罗尼，等持是就是第三个陀罗尼啊，就是第三个陀罗尼。那么我们先讲一下什么是依宿。依宿的这个陀罗尼，依宿的这中次是什么呢？依宿的中次呢，就在我们这个前世当中，在我们前世当中呢，你自己在这个文思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问一些佛法的道理啊，或者是供养和这个受持啊、背诵啊，就是这样的这种佛法，就这样的积累，就是很多很多的积累的，最后的这种这个自己。 阿赖耶上面就是这些三根都全部记住，但后来这一世当中呢，我们只是听一次就马上能记住了，就是这叫做什么呢？就是依宿这个陀罗尼啊，就是依宿中次也可以叫依宿中次的话呢，你的这个阿赖耶上面呢，就是一直是存在的，这个确实，我们有些人是为什么就是听一次就完全的记得清清楚楚，以前常是如意宝。 如意宝那个讲课的时候呢，就是就下面就是让这个很多堪布辅导嘛，很多堪布辅导的时候呢，有些人的话呢，就是就当时还是这个很基本上，法王人家说个开玩笑都是马上能在那个上面就是让法王，有些的话呢，好像全部都忘得干干净净。我们旁边听的时候，哇，就是这个智慧真的不同。有些人记得那么清楚，有些人念一点都就是虽然名字叫堪布啊什么什么，但是实际上就有点这个不好意思的，就是也有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前世。 的这种艺术过啊，就是确实有很大的这个差别。我们在座的文思修行人当中也是，有些人就是自己觉得是我听了这么多次还越来越笨，越来越迷惑；有些人是这是稍微跟他讲一下就马上就这是这个前世的。你看像以前那个毗那伊经当中阿难尊者啊，就阿难尊者当时目犍连和舍利子的是建议那个让这个阿难尊者呢当这个佛陀的这个侍者，就是这个是好多都是有羡慕有嫉妒，就是他们说。 哇，这个阿难呢，在家的时候也是佛陀的堂弟，就是他佛陀也是特别重视他的。然后现在出了家以后，就那么快的时间当中，马上就变成了佛陀的这个侍者，就是他我们这里就是一直多少年的时候，他还不能当上那个。
佛陀的世子他到底前世造了什么？后来佛陀都是讲过这个因缘呢，就是他以前，就是以前有一个什么国王，就是他有两个太子，然后大太子呢从小都是愿意出家，就是他就先出家，所以他没有次王位出家了。然后小太子的话呢，就是后来这个次王位，后来那个大太子他就出家以后，就是好像通过他的这个神通力观察，他太子小太子的话只有七天的寿命，然后他有一天到了王宫里面去给父王就是说着。可不可以我弟弟呢就是也出家，当时国王特别不高兴，你都已经出家了，不好好的这个生活，你先我的这个什么那个你的弟弟就是次王位的话，那让他的要出家的话，那就是那这个我怎么受得了呢？我以后怎么办呢？然后就当时那个尊者呢，就是说是因为他只有七天的生命，就是他可能出家是最好的这个选择。后来呢，就是他就同意了，就是国王也就毕竟是自己的父亲吧，就是他就同意了。同意以后的话呢，好像阿难就是那个。哥哥的话呢，以前给他讲法，就是然后他出家之后呢，就是就没有给弟弟讲法，然后弟弟很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是以前经常跟我讲法，你现在为什么不讲法？他说我现在已经获得独觉的果位，独觉一般都不讲法，就是但是你以后要真的要像我得到讲法的话，那就是我获得成佛的时候可以给你讲法，你就好好的发愿，就是那么以我们的这样的这种不枉陀罗尼呢，就是到时候我成佛的时候呢，你再继续做我的这个侍者，就是然后当时呢，就是阿难因为那个小弟弟的话呢，就是当时是那个他就很快就只有七天的生命嘛，就是他在临死之前的话呢，就是在他哥哥面前就是发愿，你以后成佛的时候，我要当你的弟弟，就是当你的这个好的这个侍者。就是后来这个阿难的话呢，就是虽然不是阿罗汉，但是他特别特别让这个他记忆超好，就是非常好，就是所以很多阿罗汉都比较羡慕，就是他的人脉关系也好，智慧也很不错，就很多都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人的这个智慧呢，就是这叫做什么呢？就是叫一宿陀罗尼啊，就我刚才讲的，主要毗卢耶经里面有这个公案，就是这一宿陀罗尼就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刚才讲的。就是这个传习陀罗尼啊，就是这个文传习陀罗尼呢，就是在寄生当中，就是很多的这个三知识面前呢，就是听很多的法啊，就是就比如说这中观呢，就是听了三次，听了四次，就是那么就是光是这个中观根本回来都是听了五次了，就是慢慢就是他通过听闻的这种传习，不断的传习，最后他也精通啊，就是这叫做陀罗尼，因为他不忘嘛，就是他就听了很多次，就是在很多三知识面前，或者说是一个三知识面前反反复复。我们这里有些道友的话呢，也是对一个法门，光大圆满前行的时候，有一个人说是他听了七遍，就是很好的，就是这样的话，他通过七遍就是听闻的话，最后的真的自己里面自己相续当中有，不忘陀罗尼。这个不忘陀罗尼呢，就是。我们精神当中的一个传习啊，就是对什么法都是可以这样的。我们对这个世间法也好，出世间通过先听闻，然后呢就是再不断传习的话呢，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也是能找得到的，就是这个叫做这个什么，就是因为在上师面前呢，就是在其他的亲教师面前呢，规范师面前讲到一些佛陀和菩萨的这个所讲的这些道理呢，我们不断的听，不断的学，不断的想，最后的话呢就是自己不忘，就是这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修性，就是比如说修空性的这个无相啊、无缘啊，就是这些等次啊，就是这些等次呢，就是就修了很长时间之后呢，到一定的时候，自己这个通过如定的这种力量呢，就一听到就马上就开悟了，就这是通过这个实修当中开悟出来的，就是这个也是一种不忘陀罗尼。现在有些。像我们那个包括上师如意宝啊，就是他们的话呢，按真正的这个文思修行的这个常规的这个路的话呢，就是他肯定就基本上没有。你看门番仁波切的话呢，在花智仁波切面前听了七天的这个入菩萨心论，就是其他都基本上没有听什么显密的法，但是呢通过他自己的如定和可能前世的这种因缘吧，就是很多的这个智慧呢就爆发出来了，就是就智慧流露出来了，就是这叫做什么呢？就登次这个陀罗尼啊，就登次陀罗尼是通过如定而就是本来是比较寒地，也有很多这样的嘛，本来是笨笨的，就是结果闭关七天，就是哇出来的时候辩论也很厉害，就是然后吃的也比较多，就是然后
我为什么这样说？有原因的啊。那么这些呢，就是叫那个这些众生呢，就是刚才前面的啊，就是他这里我们不是分了有三种嘛，就是三种当中的前面的一树和听闻这个所生的叫这个孝聘陀罗尼，然后等次所生的这个陀罗尼呢，叫做是大聘这个陀罗尼，就是大和孝，就是分两个。然后这个大聘陀罗尼的话呢，也分那个，因为智慧不同啊，就是智慧还没有入的这个生机性的这个陀罗尼的话呢，就是叫这个孝聘的这个陀罗尼。然后如来这个就是依地菩萨到这个不清净的这个气地，就是依地到气地之间的这个入地的话呢，就是那么什么就是中聘这个陀罗尼啊，就是然后注意这个三清净的这个陀罗尼的话呢，就是叫这个大聘的这个陀罗尼啊，就是这个陀罗尼这个众生啊，就是这个分类的话呢，刚才也就是讲了
正一比，常宣记，受持微妙智正法，就是刚才前面讲的具有陀罗尼的这样的这种菩萨的话呢，就是他会这个反反复复的依靠，就是我们上面讲到的依宿陀罗尼啊，大家这些道理真的还是只是好好的记住，就是你对佛教不想了解的话就没办法的，也想了解的话，我自己感觉是这样的。每次那个大乘经庄论的每一堂课的话呢，都有一些新的这个知识。我们平时说陀罗尼，但是陀罗尼的分类呢有多少的我们都可能不知道啊。就是你这样降下来之后呢，哦，知道是有些是这个我们包括背诵当中的话，有些是背得特别特别快，就是有些是背得很累很累的，就是那这个陀罗尼不同的，还是这个资源不同的，就是所以说我们依靠呢，就是不间断的依靠这个依宿陀罗尼啊，听闻传习陀罗尼啊，然后这个登次陀罗尼这三种这个陀罗尼和中次的话呢，那么恒是呢，因为自己有不忘的这个法，自己有不忘的这样的法的话呢，就是那么经常呢，就是给用慈悲心来，就是跟有缘的众生呢，就是经常就是转法论，就是宣讲啊，就是传法。然后同时呢，就是自己有这样的不忘陀罗尼的原因呢，自己也是可以安住在这个微妙的这个正法当中啊。其实我们需要做的两件事情，就是一个呢，就是自己可以安住在这样的这个真实义当中；一个呢，就是自己所知道的这些呢，在有生的人生当中呢，也应该传授给有缘的人，就是对很多的这个生命呢，就是得到这个净化，就这是对每个人来讲。当然，每一个人不一定能现实，但是包括自己发愿也是非常好的。这就是菩萨的三加方法，也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一个是自己经常安住在这个不忘的这个陀罗尼当中啊，就是也不忘的这个法，不然呢，我们听到法以后全部都忘完了，有点可惜的。所以那个大宝基金有一个叫做真法经里面呢，就是也是这样的，刚才我讲的比较相同的吧，就是说是常言微妙法，常言微妙法救度一切人啊，就经常呢言说微妙的法就救度一切人，然后安住正实中，实名正方便，就是那么自己也是经常安住在这样的一个真实义当中的话呢，也就是说是就我们以前也是经常讲过吧，有时候是自己就是安住在正法当中，然后自己所知道的这种境界呢，就是经常传给别人的话，那这是菩萨的这个三加方便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大乘佛子的最重要的这个行为。因此在这里也讲了，我们依靠这三种陀罗尼的话呢，就希望大家也应该记住，就是一个是自己呢，就是安住在这个微妙的法当中，就是一个呢，就是我再三讲的话，就是自己所动到的这些啊，就是哪怕是我们昨天所讲到的这个观音菩萨普明品呢，就是这么简单的，我们一节课当中讲的，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用为五节课来讲，也可以用这个三节课来讲。如果实在是没有人讲的话，那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比如说看到有些众生可怜的话，那在这些众生面前的话呢，念观音心咒，念观音菩萨的名号，甚至我们把普明品全部念完，普贤品全部念完，就是我们一天的念一遍这个普贤心愿品的话，那这也是很好的。前面不是说是殊得成就的方法的话呢，就是就是一个是忏悔，就是一切罪障，随喜一切福德，还有呢就是祈祷一切佛陀，还有什么呢？就是回向一切善根，就是这样的一个殊得的这样的这种方法的话呢，其实我们每天普贤行愿品当中也有，你看七支功当中就是随喜和忏悔和还有回向，就是三个都有。然后我们这个前后的话呢，也祈祷了这个文殊菩萨，祈祷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就
其实我们每天都是做就是非常这个广大无量的这种这个善根，就是我们表面上看来可能两个小时，就是或者是一个小时吧，就是两个小时，一个小时。但一个小时的前面呢有这个。 我们的这个发愿文和这个发菩提心，然后后面呢就是用普贤心愿品来摄持的话，那就是这个功德呢就是真的不可思议。而且我们也现在就是包括这个网上这个线上的有这么多人这个听的话呢，希望你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每次课呢就把这个后面的普贤心愿品你们也念一遍。有些可能不懂普贤心愿品的内容，但是你要念一遍的话，对你的生命决定会是有意义的。逐渐逐渐就是让我们的。 这种这个智慧啊，就是其实我们智慧当中有很多的东西，就是它可以开发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富裕的，就确实从精神财富方面讲很富裕的，只不过是我们有些就是还没有开发出来而已。因此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回向也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所以我刚才还可以啊，今天也基本上讲考就完了我的。 好吧。 Om Mahom Bandarangara Padma Acadardham Om Mahom Bandarangara Padma Acadardham